好，欢迎收看新闻思想起，思考深度，展现态度。我是王欣怡。在全球掀起 AI 人工智慧热潮的 ChatGPT， 宛如横空出世，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今天节目就要为您深入探讨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它除了在演算法 AI 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之外，未来将如何彻底翻转人类的世界呢？而提到了人工智慧，过去一般民众可能会觉得说这是非常不容易接近的高深技术，但事实上就在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推出之后，它的方便、贴近感跟令人惊奇的互动回应，让很多很多使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属于生成式 AI 技术的 ChatGPT， 它不仅会聊天、会写文章，也能够写程式、写报告，甚至呢，它理解文字跟产出的内容能力远远颠覆社会大众的想象空间。而这一项由美国新创公司 OpenAI 所推出的服务，才短短推出2个月的时间，活用的用户看到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人，堪称科技史上普及速度最快的技术。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影响力将铺天盖地影响你我生活。这座室内34坪多的房屋拥有宽敞的格局，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房仲李小姐自从学会请 ChatGPT 帮忙写文案，再搭配 AI 影片后制软体后，就多了分身。只要那张照片是我满意的， AI 写出来的文案是 OK 的，影片就一定是 OK。 文案的内容你可以有趣的或者是专业的，你可以选择要它给你什么样的稿面，所以我可以制作出很多很不同的影片，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客群。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程式，它对全世界开放，欢迎大家提问，借此从中学习成长，给出更像人的回答。因此 ChatGPT 不同于以往的 AI， 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相反的，它很亲民，亲民到人人都能从中找到新的机会。那 AI 时代科技的来临，它其实将会颠覆整个食衣住行，尤其以房仲来讲，它会颠覆整个房仲业。以往跟科技领域距离相对遥远的房仲业，在 ChatGPT 出现后，不少房仲都变身好学生，怎么用得快点学会，节省下来的精力拿来拓展商机。这个网红经济的时代跟短影音的时代，我们透过这些课程的运用跟短影音的跟顾客的之间的沟通，其实吸引到非常多的年轻的网络族群，这个 YouTube 的 Short 或者抖音里面的运作，其实你都需要整合你的网红经济、个人品牌，跟我刚刚讲的 AI 的这双翅膀。如果你不这样整合的话，你可能以后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消费者他接受度是越来越差。旁边是阳台采光进来，那我们所以通常我们会把我们沙发放在这里。房仲邓先生做了新的尝试，他在带客人看房子前先做好准备。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屋况，就是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图片哦。但我们透过 AI 绘图，其实你看，其实北欧风非常简单。透过 AI， 即使实体房子里一片空荡荡，什么装潢都没有，还是可以给客人一种新的想象体验。虽然这样的应用还在发展阶段，会不会因此加速成交也见仁见智，但确实可能在未来为房仲业带来改变。有些时候我们跟客户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信任感，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没办法很快的建立的时候，像这个它就是中间一个破冰的工具。有些客户很不信任房仲，但是我现在跟他说，哎，没有啊，现在大数据，现在 AI 它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个人希望说它是也许可以就是直接做到类似像那种问答的机器人，买方直接在 LINE 上面询问或者是打字询问，那他好像他说不定都搞不清楚是真人来跟他讲话还是 AI 跟他讲话，那就可以帮我们节省到回答这些客户的问题的时间。邓先生的想象很可能实现，因为在其他领域其实有人已经这么做。隔多久就收到那个警察通知，或是说你没办法领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上礼拜五没有办法领，然后这个礼拜四我就有接到电话这样子。遇上诈骗集团的民众来找律师咨询，下一步该怎么做？律师得花不少时间把人事、实地、物、前因、后果都了解清楚，才能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但是在 ChatGPT 问世后，咨询工作有没有可能交给 AI 呢？
还是你要不要用同理心跟口语化同步来试试看？聚在一起，眼睛看着电脑荧幕，脑里的想法也转得飞快。AI 沟通师、工程师和律师得一起训练 ChatGPT， 未来他才有机会成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小帮手。我们就是会创造一个受害者的 AI， 那这个受害者 AI 去跟律师 AI 讨论，然后我们从他们讨论过程中去看他们的互动，我们直接贴一篇新闻给他，叫他借由这个新闻直接产出一个受害者的样貌。总共诈骗了多少钱？每天在新闻版面都能看见的社会案件，是训练 AI 了解受害民众心声的最佳来源。但是要训练 AI 律师，如果不是真人律师出马，很难办到。如果他问的是一个刑案，刑事有构成要件这些规定，比如说在伤害这一块，那我就是在问说，那你是怎么样的受伤啊？或者是说是被撞的啦，或是用刀啊，或者怎么样，用什么方式而受伤，就会在这边再聚焦一点，去收集这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的那个提问的话，就会训练他，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符合法律构成要件那个相关的那个事实去做询问。我们目前是希望说，至少他可以协助律师前期的，比如说事实的摘要啊、整理啦、啊，那至少我们可以节省前面有关于那个事实摘要、事实整理。如果它越来越发达的话，它可能会提供一些不同的，譬如说可能涉及到的法条，给律师去做参考。不过 AI 律师如果不只是律师的小帮手，而是提供民众相关服务，合不合法还有待讨论。那如果说这个开发将来会不会是触及到就是说律师法的规定，那可能就是说看他那个构成要件能不能符合嘛。那如果说今天商业的运用上面，他有办法就是说，达到就是不会去触犯到那个法律的规定，我想应该是还可以的。反正目前可能都还是在讨论中这样子。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它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隐私，也涉及一些个人资料。所以我个人认为，在 AI 端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保密。那反映在法律上面，就是我们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保障个人隐私、保障个人资料的法律规范。我们民间版本的草案丢出去之后，政府就有动起来，代表这个议题应该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他当然现在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在法律上面拟制他具有法律上面的某种人格，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就像我们的公司、学校，在古代的时候，他也不是法人，甚至当时也未必有法人的这个观念。那只要大家在规范上面讲好了法律上的游戏规则，这个都可以讨论。训练好的 ChatGPT 除了可能帮助人类减轻工作负担，它还能办到哪些事情呢？因为其实我的压力一直以来都蛮大的，包括说我自己成长过程的背景当中，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压抑点在。Doris 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是位上班族，生活中多少都有压力，但他总是选择往肚里吞。我也不会跟人家讲，那以前我想说要去找，但是我又碍于觉得怪啊。面对真人开不了口，线上的 AI 心理咨询服务成了他抒发的出口。我只是抱着一个说，我找一个窗口吐一吐那个心里面积压的一个情绪也好，我不晓得他自然会能够打开我自己的心结。我竟然能够把这个已经埋藏在心里面大概20几年的事情，我可以很自然的去跟人家谈这件事，我就觉得这是 AI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咨商需要事先预约，而且得多次在面对面一对一的情况下和真人互动， AI 心理咨商服务没有这些时空上的限制是一大优势，但沟通的温度却是不折不扣的挑战。可是我觉得难的那个点是如何让机器人做出来的结果是跟人对话是一样。如果今天机器人是机器人跟他的对话，他就会变成一种没有感情的对谈。往往虚拟諮商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要带了同理心，带了很多照顾对方的情绪的方式来沟通。所以我觉得难是难在如何让机器人说话跟真人一样，这是最难。身兼 AI 沟通师和服务研发者的刘前伟看到了 ChatGPT 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潜力，第一步锁定心理諮商领域，
服务对外开放后，他更坚信自己的想法值得一试。在上线的第一天吧，我们流量就爆掉，这个是好也是不好。好是大家其实还蛮需要，在深夜里面我们都会发现真正很多人真的靠它来纾解心中的压力，这是真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东西，所以大家就拿它来恶作剧乱聊。那我们这里面也设定一个机制，当它提示到类似相关的讯息的时候，机器人会拖延它的时间，并且它会发送警告给我，我会收到警告以后，我们就会人工介入，然后介入之后会让机器人告诉他，其实你应该要就近的去找医院做急诊室或警察来协助你这样。那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去找，就是套出那个来访者他的地址，以免发生意外。还有很多可能在 ChatGPT 横空出世后很快都会成为现实，脑筋动得快的人已经早一步进到这个领域，了解摸索与学习，从食衣住行到产业转型， AI 正以搭上火箭的速度往人类世界头也不回的前进。